该是没有啦，还是这里是村庄？我是不是找到村庄？哎呦，如果你找到村庄，我们也可以算是第四个任务，因为原本想说今天还不需要去找，嗯。哦，没有，那是岩浆。要不然我们可以有一个啊，就是如果有找到村庄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成为第四个任务，要不要？好啊，好啊。但是我们目标还是先来看看有没有那个青蛙，青蛙就要找到沼泽，其实也是蛮不容易的啦。哦，你们上一集没有找到沼泽？我们没有，我们就在挖矿啊。啊！挖挖挖，哪像有人一来那个铁都没有，就在开始在四处奔跑。还这里有乌龟耶，全裸的，嗯，好想把它带回家哦。噔噔噔噔，我觉得那个方向应该风水不错。哼，我倒不这么认为。哼，我觉得我这里是对的。嗯，我觉得有人等下跑一跑肚子就饿了。哦，对哦，这时候会饿哎。呵呵呵。哪有远足不带零食出来的？要记得哦，这是困难模式哦，所以是会饿到死的哦，自己小心啊！我觉得，哦哦哦，是这里吗？欸、然后这游戏对啊，这游戏没有、哦、没有乌龟啊，那明明就是海龟。啊、哦，海龟海龟，我刚看到海龟在上面，好可爱哦。这里会有吗？哎哎哎哎哎！第四个任务我达成了，你找到村庄了？没错，我找到村庄了。那你很棒哎、欸！所以你今天注定第四任务完成不了了。那你很坏哎、欸！但这个我们没有赌啊，嗯。可是就不能，啊欸、这就不能是你的任务了。嗯。所以你会有别的事情要做。哇，这还有小屁孩欸，村庄还有小屁孩，还有西瓜。 哇， 哇，里面会不会有望远镜欸？没可能啊，这里是块宝地。这里会有吗？我觉得这里我要把这个坐标记得834。哇，629，好远哦。我觉得我现在也好远哦。这就是我们美好的村庄，说不定之后我们就可以建立定居，建地狱门来啊！定居，小光辛苦盖的家，你就要直接抛弃了，是不是？怎么敢呢？怎么敢呢？说说而已啦。像你现在，你会觉得有点冷吗？那都是小光害你的，我现在什么都没穿，还在那边玩水上游乐设施。小光说下一个来宾一定会觉得很棒啊，我是不晓得啊，我们这叫问米菲的想法、啊、我等一下观察，我去私讯他，我一定要私讯他、嗯、为什么我没有衣服穿。我觉得他说不定是就是有没有想要弄你才这样子的，你是不是跟他不好、哦、对不对？造谣造谣，哇，伤心的啦。都这样对你，好扯哦！啊对啊，人家是女生呢、欸，怎么也没有衣服穿、啊？太狠了吧！哎、欸，这里有蜜蜂哎、欸！怎样？看到蜜蜂你就要打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想把它带回家。这应该会有啊。我 1.19 版本私下玩很久哎、欸。那、欸、你老手啦。但是。没有啊，我还成功那个养育青蛙哎、欸，它从蝌蚪然后长大，就把它捞起来，厉害啊！那你在这里也要来养一下啊，我们青蛙等着你。可是没有史莱姆球啊！史莱姆球，你找到沼泽史莱姆球，那有什么难？哦，是这样吗？不行啊，我觉得我们要有限定时间哦。我觉得好像找，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努力的找嘛，对不对？20分钟呢，够久了吧？欸、对不对？我到时候带海洋哎、欸，就带海洋，哇，那也是
远的啦。我已经到热带海洋了，我这边跑去沙漠了耶，感觉没料了。沙漠是真的偏远，那是真的没料。可是我觉得我这边有机会耶。感谢九伙伴的超级留言，有机会那你就加油。好好，没问题，一定行。沙漠，哇，这沙漠的海也太酷了。沼泽是不是绿绿的颜色那个啊？嘿啊，怎样你找到沼泽了？没有啊，我幻想出来的。哎、欸，你们看远处有沼泽哎、欸。那、在沙漠才会有海市蜃楼吧？我还找到红土大陆了啦！跟你讲，我现在已经出现幻觉，我已经产生幻觉。红土大陆都被我找到了，这也是一个稀有的、啊，可以记下坐标，以后需要就可以来了。我们今天根本在探路哎、欸，探路者哎、欸，你根本是探路者哎、欸。嗯，红土大陆。各种坐标记起来。嗯，你真的会有吗？哇，已经完全是红土大陆了。我现在人在哪？那你自己看坐标啊。一二哦。哦呦！哇，我离你真的超远，真的。我还找到废弃的地狱门呢。把它盖起来啊。那又不是我的任务，那是你该做的事情。欸，这个地狱门，对啊，我们这个把它盖起来之后就可以走地狱门到这里来，也方便，是吧？那是我自己做的事情啊，跟你无关，你要自己努力。但我是可以的。我这个附近，感谢超级留言，感谢木木。嘿，上去，上不去，上去。哎呀，啊，米菲是要在家里盖出地狱门，但是我已经先在红土大陆做一个地狱门，想不到地狱我自己先来啦。我等一下也来找个地狱门，而且直接在飞鸿森林。哇，稍微记一下在这里就好了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要在最高的地方，这样才能看啊。我刚走没想到，好吧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哎、欸，呜、哥哥别生气啊！地狱猪猪，地狱猪猪生气了，我在记坐标，他们生气了。看来有人要死掉喽。这倒是不会啊，我懂得举盾啊。嗯哼哼，吓死！奇怪，这里怎么是沙漠啊？不对呢，你怎么也到沙漠了？你的坐标是负正吗？还是哪里？我 S 是正的啊 ，Z 是负的啊、所以我们刚好是往不同的方向走。对，刚好不同的方向。可是这里也是沙漠。没事，我们还可以再多花一点时间努力找找沼泽、沼泽在哪里？失传。沼泽，感谢柠檬超级留言。沼泽在哪？沼泽、哦，我觉得我真的离你越来越远了。我等一下回得去吗？嗯，不然我们回家可以利用 TP 的方式，不然这个太耗时了。对啊，我家还要走回去，我不知道走多久。但至少沼泽有没有？我们努力的找到，说不定你就可以在沼泽那里盖一个地狱门。哦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在那盖一个房子、欸。这还不错啊！你说在沼泽盖房吗？原来、啊、原来你喜欢住在沼泽里。哎、欸，那里
青蛙陪伴你耶，多可爱啊！哎，丛林区，但不是沼泽啊，但我找到丛林区。可是丛林区有时候外围我记得也会有点连沼泽吧？吧，会有吗？大家，我觉得丛林区很强的耶，这也是我们可能可以有的任务呢。我一定要找到，太可怕了。今天已经注定少了一个了，真的少一个任务了。可可豆，可可豆，我找到可可豆。哇，这洞窟好大哦！啊，不是不是，我今天不是来探路的，等一下，我刚差点被那个洞窟给吸引进去了。你身上该有的也都有啦，洞窟晚一点吧，你那个、啊。那个紫水晶是要找洞窟了，对。哦，等一下，看看里面会有吗？但先可以晚一点，我们现在努力找沼泽。这里好黑哦，而且我没有火把，所以我也看不到哎。嘿。沼泽。对啊，我想找喵喵。我有生鱼，没错啊，我们完全是两个世界，哈！真的，哎，这里有马哎！马，我早就遇到过了，又没有鞍。哦，你们没有拿到鞍哦？鞍要钓鱼啊。那个啊，废矿也会有啊。那你找啊。我觉得废矿应该比紫水晶简单，紫水晶真的好难哦。那可是小光的遗愿呢，是这样的吗？小光，他就完成不了啊。我努力找，哎，这有煤炭哎，挖一点好了。哇，这个丛林。还蛮大的，但是没有沼泽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，这里在火烧树哎！哇哦，就地表岩浆啊，整个烧起来，这边好多氧哦，也不能带走。沼泽，沼泽在哪里？哇，这样我们之后想要找沼泽，应该之后沼泽任务都先变掉了。太难了。今天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努力的寻找沼泽。没错。但而且我跟你完全反方向，正常来讲应该起码会遇到一个啊。但我们没有骑马、啊。真的耶，一定都是没有马鞍的错。哇，这洞窟好大哦！这洞窟有可能会有紫水晶哎，所以你现在已经是决定放弃沼泽了是吧？没事啊，那你就可以找啊。我们沼泽最后两分钟好不好？如果都找不到，我们就放弃了。好，毕竟你还有其他任务。没错，我们不能在一个任务上耗太多时间啊。对，没有沼泽、啊，那我也不管沼泽了，我要去找猫猫了。我觉得这里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这里会有紫水晶吗？所以米菲现在在找紫水晶是吧？我们青蛙已经注定败北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花了半小时，各种跑来跑去找不到。我去负的，米菲去正的，两个方向都没有。我还找到丛林，你还找对啊？是找到不同的地形，那也是一种收获啦。只是没有找到沼泽，还行啦。那至少那个、啊、望远镜还有地狱这两个，你应该要努力达成。嗯。好，我努力。那我们要集合吗？还是分开分头找？我想去会会我的猫猫。好的，那我们分开吧。
不算啊，那是你要帮小光完成遗愿啊，又不是我。